拳，佟家拳开扁，张家拳扁在脸上，啊，打破你的头。纯真酸奶多多，角色露露，女的，专送鲍鱼下楼。寂寞就是会有这么多女的。喊谁呀？这边露露，对面纳米耶，我操！啊，寂寞都剩女的在爬了，是不是？家暴拳王开扁，锤到你哭 ，Punch first。我老飞爱超烂，就要开车了，哎，爽啦，爽搓就搓。152 CM 小仙女 OUO。纯真酸奶多多，哎，为什么寂寞这么多女的啊？但这游戏有女的玩起来就很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学一些这种没搞头的角色，你想在后面丢技能躺分的，奇怪，这游戏为什么这么多女生要玩这个游戏啊？我真不懂，躺分有这么好玩吗？到底一个游戏来躺分有什么乐趣啊？一边一个女的抵消，哎、欸，这游戏躺分到底有什么意思啊？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，躺分到底意义在什么地方？可以滑 FB， 你之前跟少番子排的时候还在躺，我哪有在躺？我跟少番排，我哪有在躺啊？你有在看啊？算了，以你这种低智能，大概也是只能讲出这种屁话，还乖乖去当健身教练啊，去练你的肌肉啊！不，这个世界就是分工合作的嘛，对不对？有些天生四肢发达的人，就是该这个去当健身教练，不要讲一些屁话出来给人家泡。健身教练非爱开点，我再说。安娜三三，哈！拳王开扁 ，I'm just a singer。哈！干他妈的，他妈挨个超烂的，点燃也不早点下，收帅收光，舒服，爽啊 ！The fuck, the fuck！ 张家拳扁在脸上，啊！打破你的头。哦，上路超负荷，扭来扭头，转来转去，可以吗？这个雷兹看起来很强哦。他妈选个雷兹才赢对面，他妈一只 CS 你搞啥、啊？还是对面是精英？哎、欸，你他妈不打自己想怎样啊？林老师的妈的艾克，啊！你第三下那个斩杀都要出来，你不打他谁啊？看林老木的，妈的低能，没关系，他妈搞我们一次，我们就不让拦。妈的超鸡掰的，妈的这臭低端，真是看你就知道人家火大。你们几位是不是故意的？想输是不是？没有什么问题啊，想输早点跟我说啊。一定送我们滚到最下面，还几个废物！
哦，这个夹子夹到了，可以吗？一大师在你们后面，干你老师、欸，看到人还跟往前冲哎、欸。哦，这个盾可以吗？还回头，露露。啊、你啊，这几个人是白痴是不是啊？啊，你就跑掉了，你还回头是怎样？故意送头哦？没关系，我看到了这个局了，是该到了制裁易大师的时刻，还敢练红啊？不，还敢拿蓝啊？易大师，我六等，你五等。哎、欸，啊，怎么那么多人？看你娘的！干你娘谁啊？干你偷看是不是啊？操你妈的！那个妈的球你直接在旁边呢，刷小。那、啊、这些队友他妈可以再会松一点没关系啊。鸡巴卡后。哦，艾克这个回声。那、啊、你又怎么了？光头，那连盖伦都打不赢，怎么去死一死？哇！偷看完又在偷看了，是不是？又没看到他人呢、欸。看你娘！偷看完又在偷看呢、欸，看有够不要脸的、欸、这些人。上他！看人干嘛啦？鸡歪的，你不想赢没关系啊，但你他妈再给我来练脚试试看啊，你也不用玩了啦，干你娘的！到底干啥小？看你那白痴干啥小吗？看你娘死低端，操鸡歪的！你妈啦！下路这么压，是不是有机会？背后，背后重拳！妈，这下路强多了，干你老师哎、欸！人中立，你们两个收不掉他是怎样？没魔了，求你！没办法，有个中路是智障啊，没得打。跟这种喜憨儿玩真的是无解啊！啊，一看就知道，哎，我看啊，八成就是练脚仔啊！你看他那个艾克的操作，就像坨大便，支援也像坨大便啊，没道理，这个人是会玩的啦，真的。没脑没观念，像个废物。妈，球女到处跑 ，CS 还赢他十支。这种垃圾你也不用跟他多说什么屁话，就是自己爽自己的，然后爽完就送他回老家，简单。看你啊，纳米又跑线呢、欸，操你妈的！这些人是不是都作弊啊？刚偷看是不是啊？进去就他妈好几个人在那边等、欸。看，然后我队友从来都不会支援的、欸，那垃圾中路从来不来、欸。你又怎么啦，雷兹？不是看到那你来了吗？这到底是送爽？哇操！到底有没有要支援呐、啊？还是开场捡到那一颗头，玩个艾克，从头到尾不会支援，谁吃屎？
欸，为什么这个年头会有那么多那种吃屎狗，就是打死不支援别人的那一种？又打不死是怎样啊？我连一个辅助都打不死啊！狼性打野，不跟就送。我看他这几个废物，他妈就不爽。球女这么烂，那个艾克还可以打输哎、欸！你看他球女在操作吗？跟体质班班长没两样哎、欸！这种垃圾操作都可以杀爆他哎、欸，这么可怜！哇、哦，辛克斯这个走射又进去喽！对面在偷看狗，继续偷看，没关系，反正你们光明正大看，我光明正大送。拳王又单击起来啦！哦，大师，干你娘嘞！锤扁。他怎么没扁到他、啊？欸、我读秒读那么准，为什么他可以刚好走过去？西乃大师打昏，他妈的还不就只会靠你队友？没队友，单挑还不是被我灌昏的份？可怜呐、啊，这些废物。锤魂 ，double kill， 开点！哇操，怎么那么痛啊？那盖爷，哎、欸，有一大师啊，你干嘛、啊？没重疾一直吃血啊？小女生，铜牌闪现。不是汤米亚，干你娘！只会打 SOR，、欸、低能儿是不是啊 ？SOR 是他妈万灵丹哦！你又不说你失误一波，你打个 SOR， 干你娘没波那么烂，然后怎么打 SOR？ 干我好像打不赢他哎、欸！干嘛啦？家暴神拳，同家拳开扁，盖伦锤昏，还敢跟我拳王 PK 啊？锤昏，太神了，拳王！有什么啦？啊，队友，队友虐狗了、欸，炸鱼拳王炸飞，三二三，滑水客。干没魔啦，操嘞！干没办法，连一的魔都没有了，鸡巴嘞！哦，干，不然就把他锤昏了。太神拉家暴拳王张家拳。张家拳打到你失智。干嘛啦？想跑哦？还想打滚呐、啊？重拳出击！重拳！
重拳出击，打击炸鱼现象。哎，太绝了！重拳出击。我跟你讲啊，那些队友要是有点干用，对面早就被虐了。尤其是那废物中路，他妈有够烂，还对方就像个大爷。家暴神拳，佟家拳，快点！你打我！打我！你家暴！我打给警察。